这球打到左外野方向蛮远的哦，这球哇要直接越过大墙，形成了一发三分全垒打。我猜说今天的击球感觉不好，直接就扛出了墙外。哇，353英尺哦，击球初速是151公里，击球仰角27.25度。一棒又回到两分差了哦。是。哇，这个时候真的是意想不到的状况哦，曾子佑在这个时候扛出了本季的第四轰哦。那比数是一口气从5分的落后变成2分而已哦。在高的变化球这个位置，其实他真的也掌握的蛮不错的。那拉回来这个感觉，其实真的是还蛮好的。对，不过这个半局也可以观察到谢荣豪变化球失投到比较高的地方是蛮惨。